起跑先让给他。然后后面再抄回来。他应该也很适合跑这种鱼丸，他鱼丸快。感觉这个图，它在过连续两个要双甩点那边很快。虽然我两次的第二个双甩点没过好，但是感觉出来很快。等一下去试试看。哦，它是脱标图。哎，差点车就没了。好拖、哦。跑这个图就很爽，你知道吗？一直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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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跟老板发薪水一样，一直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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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别爽啊！为什么我最近讲话反应变这样？暗示什么啊？不是说我啊，说我同学啊，我没有被拖过薪水啊。这个图也有。好久没跑这个图，这个图也是很棒的一个图，可惜没了。哎呀，抱歉。飞机出了点问题。
这边应该是这样跑，然后这边比较爆的话就是甩轻一点。 哎呦，真的没断胎，怎么甩这么轻的？这车型真的是很小，你自己去比较跟游侠的那个车的长度，就很明显感觉到游侠比较大台。 觉得这台车目前感觉如何？我觉得它是一台好车，它数据上不是很好，普通，但我开下来，我觉得它是台好车。如果出这一台，我有游侠的情况下，经济允许我会克这一台。但如果有游侠求实用性的，我就这台可以不用买。那如果是以我的话，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下，我会选择这台车。这台车还蛮好开的，就这一台跟游侠两台互换这样玩，这台车手感的确很好，我认为比游侠好开。 现在老人贴地吗？算贴地，算贴地，还是会一点点翘起来，但是问题不大。 对，它是一台金光车。
躲不掉，我看能不能单拖啊？不行。对，在 T1 很好贴，因为它的车身小，然后车头跟车尾又比较，怎么讲，比较短，有没有？游侠在旁边，你可以很明显跟游侠比，游侠的车头就是比较长，所以它比较好贴弯，有感觉它在你很贴的情况下都没有撞到。